背部白板的那个，手上也有。当哦，下晡这水较淡的了吼，你就会看到上面一颗一颗就变成结晶岩了。抓到的吗？嗯。这边好多抓到的。 左边呢，刚游人呢都到这里，我们四槽祖先都住在这里。一堆人在往这边冲过来哈、哦，里面听说有很多宝可以抓。台湾红树林呢，这种海茄冬，还有刚刚的武狸礁，还有一种叫水笔仔，另外一种叫蓝里。蓝里呢，等一下进去绿色隧道有很多哦，它的叶子尾端有小凹槽，很像麦当劳的形状。这里蓝里好像有一颗在后面。 我们在这边等船，因为呢前面比较窄，有五艘船在走呢，我们在这边等一下一艘船过来，我们在这里会船，然后这边比较宽。好，绿色隧道还在后半段，我们必须再往前走才会到绿色隧道。